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好，天罗地网开麦，有啲嘢公布下先。有啲同學咧同啲網咧就話提議我哋學人哋啲網台咁樣收費啦，咁我哋就話原本就叫啲人捐錢去東華三院嘅，就隨緣落座嘅。但我諗下咧就唔係咁好啦，限制咧冇即係唔得自由啊。咁突然間阿 Sir 坐飛機瞓咗覺，咁就無謂啦，係咪？你捐咗一年錢，麻煩啦。咁咧就有個網友咧就話。有些同學同啲網咧提咗議咧，我覺得幾好嘅，就話我哋嗰個文化中心基金咧就做好多社會工作啦，又有捐錢俾東馬啦，又有做啲送書啦。而家喺美國咧，我哋仲有啲藝術嘅發展嘅工作要做啦，就完全勉強喎，唔當收費喎。但我哋會有一個回向功德嘅，即係話祝福啲人。我自己每日都做功課嘅，我每日做功課咧就話係祝福啲人過支持過我嘅，間接支持過我哋工作咧，都同我哋分享我哋嗰個功德嘅，即係做嘅好事嘅。咁我哋咧就相中要求，因為有網友建議嘅，就自由行式，隨你自己贊助幾多個賬户咧，阿 Peter 影一影。賬户呢個，影咗啦嘛？係。咁啊，自己啲聽眾咧可以自己抄低佢啦。零賬户 number 03365-1-027092-0，國際色金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我哋就20多、30年噶啦，但系咧就根據香港法例咧，100元以上咧，我哋將收據就可以報税嘅。但唔該你100元嗰啲人唔好搞，1080元嗰啲就你可以通知翻我哋咧攞收條報税用，啊就唔係費事我秘書煩啊大佬，嚇100元都有，好少嘅。咁咧就話你嗰啲網友聽眾認為。支持我哋工作嘅，咁你咪捐錢入去呢個户口度。咁啊，我哋會捐咗錢咧，我哋又每次咧都會多謝你嗰個支持嘅做工作嘅功德，我哋有祝福嘅。咁啊，唔勉強啊，因為收費好煩嘅。好煩嘅，要交代啊嘛，好煩。同埋呢啲都係社會工作啦。但係我話譬如你有人支持我哋工作嘅，咁我哋咪同佢做多啲好嘅工作咯。而家我哋又搞緊在廣東省送書咯，又搞緊有啲喺中東嘅工作，一路擴大，又一再做緊好多啲手指嗰啲印度電影送俾人啦。印度手指我哋想做大量啲添，我哋睇個效果咧會做大量啲，大量啲咧就歡迎啲網友嚟攞啦。啲網友聽到嚟攞咧，我哋會寄俾你，你係同我哋去發揚光大，送俾朋友啊，當禮物啊，一個信用卡咁嘅。咁啊，另外今日有啲好特別嘅嘢宣佈下咧就。我俾咗一啲開示嘅，都要俾啲人分享啊！俾啲人分享下咧，就係話最近咧就係特別要做出嚟嘅，我哋咧就將一啲工作咧就因為開咗網台呢個工作咧幾年啦，
但很少人知道我過去的歷史乜滯嘅，唔係好多。有人你上 Coco 打都睇到一部分啦。咁咧就我會分段咧，就將以前啲工作咧就拎出嚟。咁呢次咧就第一個分段咧，就係、是、Peter 影一影啊！影一影，有兩張圖片嘅，你攝埋啲俾你睇到，睇到啦，係嘛？好啊，另外一張咧就係我哋開始咗嘅扯聽郭兆明智慧節，呢個好耐嘅《星島日報》嘅。因為個劇情需要啦，有責任咧就將一啲工作介紹翻出嚟。第一個咧，就喺我十幾廿年前咧，就俾呢個遵義地區行政地區行政處嘅經濟顧問嚟嘅。嗰時我做過中國貴州遵義革命基地啊，革命基地好聞名啊，遵義遵義會議啊嘛。我係俾佢哋個省長咧，就請咗我做佢哋嗰個地貴州呢個地區嘅經濟顧問，咁啊同佢哋發展一啲好工作。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中國第一次就第二個圖一個圖案咧就係、是、邀請咗英國啊、美國啊、紐西蘭啊、瑞典啊喺中國咧召開咗個傳統文化同青少年品德教育的中英學術交流，這個不容易的，不是普通人做得的，這些事不搞得的，不搞得的。因為我們引進了歐美國家的校長和學者來在中國，因為這個屬於意識形態的部分。在中國意識形態這部分就是不是普通人鬥得，不碰得的，不碰得的。你仲話搞咁差多鬼佬翻嚟添，啊！呢個比較敏感嘅工作嚟，咁我喺度嗰陣時，即係話話俾大家聽咧，我係好多年前咧，嗰、那個係1998年嘅，就係要喺中國咧搞嗰個青少年教育工作啦。第三份咧就係、是《星島日報》賣出嚟嘅，即係話介紹我。一個有一本《港澳名人錄》咧，就我排位喺第一位嘅，李嘉誠喺第二嘅啫。即係國際上嘅政治嘅工作嘅影響力，就嗰陣時咧先至喺市場上咧多啲人知道我喺國際上嘅影響力。因為香港比較低調，香港淨係喺無線做過一次城市追擊訪問，頭條雜誌都訪問過幾次啦。因為我香港。唔係咁中意出街，咁我出街嗰時咧，我就俾咗個開示嘅，就美國羅省文化基地籌建中，而家特別咧分階段公開一啲本人嘅歲月痕跡，希望年輕同學睇到之後咧有所啟發。無論你嘅學歷有幾高，都係過去式。考完試攞咗文憑，你嗰啲咪過去式啊？但係人哋嘅閲歷咧，係成就你未來嘅知識喎。即係我喺你身上攞，你喺外邊人攞嘅經驗同埋嘅閲歷啊，係你未來嘅知識啦。而家你要講你有冇能力去做工作，就唔係講你有冇學歷，係講你嘅能力，同埋你要識用人嘅閲歷，係將來你未來成就你嘅知識嚟嘅。希望大家慢慢消化我過去工作的背後動機和意思，希望歡迎大家了解後那個機緣到的時間就一起並肩前進，利用我們有涯的生命去播下無涯的果實，利落人天，
順眾如意，呢個我就覺得俾啲同學嘅分享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小嘅城市啊。以前我哋做呢啲咁嘅國際性嘅工作咧，係唔係喺呢啲小城市地方做嘅？做到喺政界上邊嘅。咁啊，今日咧就講少少啊。咁呢個係第一段嘅，下一個星期再講一啲。咦，都唔係喎，都可以講多段喎。阿 Peter 可以講埋呢兩段。呢個咧係美國嘅《世界日報》登我嘅新聞嚟嘅，係好多二十年前有人寫咗本書咧，係一個由街窮到富商嘅書。咁就有一個暨南大學教授咧，就睇完之後咧，寫咗篇叫《傳記文學》咧，喺美國《世界日報》發表嘅，即係上面嗰個有文字嘅，下邊嗰個圖案咧就係當年十幾二十年前。上海政府透過人的關係請我去上海，他們特別講一個講座，就指定所有100個企業，前100個企業的一把手要來聽這個講座。未講之前，那些人都有多少很詫異的，哇，這個香港什麼人啊，這麼差巴閉啊，要我們話大佬上海做企一把手嗰啲好惡個蛇乸咁啊！你話政府搞啲咩啊？搞到我哋而家聽條友講嘢咁。咁啊，當日嘅主題咧叫《從街童到億萬富商：成功企業家的多維思辨》。咁我講嗰課之後咧，就成個上海咧係帶動咗啲幹部嘅思維。嗰時我係講，當你做生意嘅人，你將會面對一個冇中間嘅世界，你點樣應付？嗰時仲未行到好多互聯網攞錢啊、轉帳啊咁噶嘛。但到後期你一未面對未中間世界咧，就話你嘅工序少曬噶嘛。你而家連飛諗都執笠埋㗎。而家都唔使話俾張支票，你以前你俾張支票攞錢，你咪要開張支票，要行去銀行排隊。排隊兑完先俾錢你噶嘛，而家撳掣就搞掂啦，啱嘛？就話將你成個好多喺唔同領域嘅事情啊、處事啊、交收啊、交易啊，係成個工序斷咗噶嘛。而家你買嘢都唔使出街嘅，係咪啊？好啦，當你做生意人，你面對一個跳躍嘅世界時間，咁樣冇咗中間咧，你點樣應付呢個世界呢？我係十幾廿年前講嘅，講完之後，台灣嗰個首席顧問，啲大企業嘅顧問，佢郭先生，我未聽人講過咁快，你講到未來世界嘅跳躍發展啊！嗰時，我係早好耐嘅。咁我哋咧就有介紹我嗰個講座，呢個係我二十年前喺上海政府特別為舉辦嘅講座，係嘛？咁我講完呢個冇中間嘅世界咧，成個會場嘅出席者個腦咧就有腦震盪啦。咁啊變咗係一言能成天下法，個個都去諗啦。哇！我真係我當日我演講開始喎嗱，如果而家你哋啲人揾食嘅咧，就離場得啦，唔啱你聽嘅。如果你想揾錢發達咧，就唔該坐低。啊！我今日講嘅喺個面對冇中間嘅世界。咁我左邊正話大家睇到嗰個咧，就係中國第一本彩色八卦雜誌嘅梁有畫報嘅老闆。以前我介紹過梁有畫報啊嘛，嗰個咧就係佢老闆林福強。呢次講咗係佢安排嘅。我翻上海嗰次講咗。咁呢個林福強先生個家父咧，就係當年1930幾年。再早啲嘅，即係話喺上海市，全個上海得兩架私家車，兩部啫。除咗政府做大官之外啊，全市得兩部私家車，有一部咧就係佢屋企嘅。就係阿伍福強個爸爸嘅梁有畫報，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咁啊，梁有畫報咧就係佢家父咧，點解會咁有錢咧？
佢我哋中國第一個做翻版發達嘅人，做翻版書嘅始祖，有第一部第一本咧彩色嘅八卦雜誌，明星嘅八卦雜誌就是、梁友華報啦。但佢係最早做翻版嘅，即係啲外國書啊乜嘢翻版嘅，所以佢家父就係發咗達，好有影響力㗎。佢梁友華報當年到而家。大家上網 search 到梁友華報歷史，就我哋呢兩段最近出嘅，即係呢個合影禪蹟第二。咁今日講咗兩段先，起碼大家知道我以前過一啲工作，慢慢仲有陸續好多好多介紹。唔係我想做喎，呢工作唔係我想做噶，有人哋安排，你想做做唔到嘅。你無啦啦我唔識上過政府噶嘛，點做啊？是不是無啦啦我又不認識那個暨南大學教授，他看過本書 在美國寫，不是我想做的。就算那個在北京那個中英的青少年教育座談，都不是我想做的。他說先生你那些觀念呢很好的，應該回來幫手講多些給國內聽，我們叫埋歐洲美國的學者來搞，他搞完了就請我回來。我樣完全咧被動嘅，我好少主動去做嘢嘅。一緣分到啦，我啱嘅我咪做咯。我甚少主動嘅，冇嘅冇。我做工作多數好被動嘅，即係坐喺度唔喐。總之誒，企喺十字街頭，實有嘢撞埋嚟，即係用呢個方法嘅。咁啊，咁又咁好啦。舒服咯，即係話個條件啊，姻緣夠啦，人嘅姻緣夠啦，咁你要做，我又唔使勞氣，係咪？即係佢口乾啊，走嚟拍門攞水，咁你咪斟俾佢咯。即係共產黨知道已經唔夠料喎，點解推極都推唔喐咧？個社會啲工作，我最早喺深圳講嗰課經濟學咧，都係佢哋請我去。好，有咩新聞啦？嗯，真係阿多爸，如你所言喎，你嗰頭講完，嗰頭殺到落張德江度咯。唔好咁樣講，殺殺聲，大吉利是，屌你！唔係，佢哋搞錯曬。插幾啦？佢哋搞錯又係搞錯。執死啊！成報呢一次咧，我就唔係幾幫佢啦。佢又冇正式去研究過。你唔係話佢有份嘅咩？佢因為佢有份就係佢嗰個 post 問題嘛，佢坐嗰個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嘛，冇份都入你份噶啦，啱唔啱啊？問責就而家燒撚到佢啦。但最重要一樣嘢咧，就點解你會佢會搞呢啲咁嘅問題出嚟香港？佢唔係喺香港嚟嘅嘛個人，佢又兼人大委員長，幾撚多嘢做啊？都唔知邊一個揾佢兼撚咗個港澳小組嘅，屌你乜實衰嘅呢位？呢叫三十位，差唔多即係話咧，早有人想整撚股佢嘅，啱唔啱先？係咪啊？幾撚多位好坐啊？你話兼澳門小組咧，咁就冇撚所謂，係咪啊？即係早咧就有人俾個氹佢踩嘅。好啦，俾佢氹佢踩咧，佢又唔撚醒目，張德江，佢應該揾翻自己幾個親信咧落嚟香港咧收風啊嘛。我想問張先生冇啊，咁你係靠嗰啲中聯辦啊、梁振英下邊班流羅啊，咁佢個人大組織咧就靠香港嗰啲咁嘅人大代表鄭義堂之流啊、譚慧珠啊、梁愛詩之流俾料你啊嘛，佢嗰個人大架構咪揾翻人大代表咯。咁咪個撚我俾流料，咪屌你，咪害撚死張德江咯。所以我哋今晚嘅主題咧就話係梁振英別三串謀張曉明害張德江，大家真係害撚到啦。嗱，張先生係佢哋兩個害你噶，點咧俾流料你啊？驚你唔撚死啊？係咪啊？嗱，張德江，你駐港啲幹部，如果熟阿張生咧，你話郭先生幫佢解簽啊，唔撚關佢事噶，佢俾人害嘅啫。
係俾下邊兩個冚家產害，佢自己係疏忽咗，係疏忽，佢唔係有心，佢唔會想香港亂噶。香港亂，佢做協調小組都冇撚益噶嘛，啱啱先？即係協調得唔好啊嘛。但佢俾啲差仔啊、蠱惑仔害啊嘛。我話如果你香港搞到風平浪靜、太平冇事，咁你嗰譚耀宗之流、鄭耀棠之流點有撚機會上撚到坐行政會揾水啊？幾時輪到坐香港人才濟濟啦？佢哋又要搞撚到咧，害撚走曬嗰啲正當嘅人，害走曬、逼走曬嗰啲有識之士，佢咪有位涉咯？咁你張德江自己唔整個小組香港去跟進啲嘢，聽一面支持嚇，咁你咪害撚死咯？咁佢哋慣埋堆啊嘛。啱唔啱啊？但係中國歷朝都係出呢啲事嘅喎。中國每一個朝代啊，轉朝換代啊，都係俾啲馬仔害撚死喎，多數。明朝咪太監。係啊，虛報軍情啊，係嘛？指鹿為馬啊！但佢呢度講得嚴重啲咯，成報咁啊講到咧就話香港亂局咧，就由中聯辦張曉明同梁振英為首嘅團團夥夥把持政事。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咧居功不少，即係香港亂咧，佢都居功不少。佢嘅治港路線咧係偏執強硬，專搞敵我矛盾。咁點解佢會搞敵我矛盾？就下邊有人報告拎上嚟啊嘛。咁你嗰啲香港市民都有責任噶嘛。又話打到共產黨，又上街，又從冤巴閉，咁佢哋咁啊，佢自己又冇派人落嚟查，靠啲賊人揾啲資料上嚟係真嘅喎，有電視畫面又成，啱唔啱？係咪啊？佢咁話唔係啊？啊？咁啊，將成個一國兩制咧方腔走板，咁啊，佢咧就嚴重啲啦，就香張德江都係香港嘅世仇啊，咁啊。扯到2003年嘅沙士由廣東擴散嚟香港，呢、這個就唔公道嘅，講緊到咁，因為你香港嗰個衞生局長失職啊嘛，冇揾廣東省合作嚟醫個沙士啊嘛。佢同我講個隱瞞個疫情嘅問題啊嘛。咁張德江咧就俾嗰啲佢下邊嗰啲人大組織嗰啲王振民之流啊，嗰法律嗰啲人大系統之流咧。司法嗰邊之後咧就誤導咗佢，先整個831決定咁啊！呢個佢係錯嘅，但佢呢個錯誤咧係俾人哋害嘅，又俾人害又俾人誤導咗啊！驚佢唔死。第一，有人害佢坐呢個30位先，一層層害落去啊！第二咁就梁振英串謀張曉明再害你，係嘛？咁冇計嘅，但即係。希望嗰啲張先生嗰啲馬仔話聲俾聽啦，嗱，香港有個姓郭嘅幫你解簽啦，唔好咁撚大禍啦。第二個問題，中聯辦嗰邊嗰個黃振，你頭先講開黃振文，佢又走出嚟對住啲要教啲新議員喎，點睇啊？佢咪自己攞架嚟丟咯，邊度我聽佢講嘢啫？佢啲咁嘅幹部咧，就奉旨冇自知之明噶嘛，不嬲冇噶啦。他自己攞架嚟丟嘛，佢自己喺度噏咯，自我感覺良好咯，廢噏咯，當做咗工作啦。佢越做我香港咪越亂咯。原本嗰啲新議員都冇嘢嘅，屌你黃振文行出嚟講下，咁嗰個議員話屌你啦，咁啊又同你又鬧柒咧，你放蛇咬嘅，又搞鬥爭，係咪啊？佢自己，佢唔知佢黃振文唔知道自己咧，屌咧佢都冇照過鏡，你係乜水啊？香港人睇你唔起噶，中聯辦你香港做官，你冇權冇勢噶香港，係除非想啊買個人大政協仔做下，同你買個車牌玩下，埋你堆扮鬼扮馬，攞啲蛇齋餅種啊，揾啲著數嗰啲就話見到你四個蝦佬啫。如果香港人不嬲嗰個本土精神咁撚強悍嘅，屌你啦，識你把撚啊黃振文，係咪啊？你一街你係平等嘅，黃振文兜心打柒你仲得噶，我哋冇個招牌寫住話中聯辦官員唔打得噶，
冇噶。有都有都死噶，有我照打柒你噶嘛，可以罰雙倍啊嘛，最多罰錢係咪？哇！點解你打柒呢個明知中聯辦幹部打柒？哎，就知佢中聯辦幹部知你打多鑊咁。乜你放蛇咬喎？屌又唔撚使打靶嘅，國內都未要打靶啦，唔好話香港啦，啱啊！揼柒你啊，黃振文你出街，屌你老母撞著我，你信唔信啊？唔信你試下即係再行下行下啦，啊！我實撞撚冧你一街，等你老母試下嗰啲咁啊嗰啲自然門嘅膊頭嘅功法，屌你老母彈你老母出嚟啲路成架車撞撚散你仲得？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人而家又話香港又掀移民潮啦，話梁振英連任就即刻賣樓。好撚簡單嘅咋嗱，譬如話你喺伶敦棟，佢老母黃振文行過嚟過馬路，我撞佢老母仔瞓咗喺度，咁死撚咗關人撚事啊？大家就撞撚到啫嘛，你唔撚好彩啊，大佬啱啱啊？係咪先？我行撚咗去啊，俾佢睇你啊！嗱，黃振文你唔好落支下嘴啊！屌你，咪同你家屬謝禮噶分分鐘。哎呀，快啲！嗱，呢個就有多少係咪點咧？蘋果報啲嘢咪咁樣實際嘅喎。咁啊，有就有嘅，佢有個數據嘅。佢就調查咗，就話如果梁振英連任咧，就好多人咧賣樓走人啦。咁啊，個個移民去台灣。唔出奇嘅，因為我哋唔好講啊！你我哋講又係咪事實唔公道嘅？咁你習近平先生辦公室下邊咁撚多人得閒食飽無憂米，咁咪揾兩隊人落嚟香港坐下的士啊，探下民意咪知咯。講冇撚用㗎，但希望你揾嗰啲人落嚟咧，就老老實實錄撚埋音。就唔好屌你乜整蠱做怪，又虛報軍情喎，害撚死啊，習先生！係啊。咁你呢度啊，個個梁振英連任就走人啦，但係董建華一樣係咁撐梁喎，有咩解？點解咧？除係佢條僆啦，大家雖然大家都知㗎啦呢樣嘢。全我香港咧，董建華咧就要豬狗族嘅。如果古代啊，喺古代如果有皇帝時代咧，我哋做奸臣咧，一定咧就手撚曬之咧，就要豬撚董建華九族嘅。明朝啊，造反。清朝都要啊！你諗下佢幾撚毒啊？成班友到而家，佢腳痛原因大家未知，有人包庇佢啦，但包庇唔到都要腳痛落台，夾硬一個政協副主席俾佢做。就要保撚住佢香港咧，打點佢識得嘅人嗰啲嘢嘛，留一個然後嘅勢力喺香港嘛。好啦，你選特首嗰陣時候，梁振英死，唐英年上咧又係佢嘅人。唐英年死，梁振英上咧又係佢嘅人，幾撚深謀遠慮你知唔知啊？嗰啲咩創科局係個老母董建華搞落嚟噶嘛，啱唔啱啊？關照親友啊嘛，跟住關照翻佢嗰啲局長啊嘛，羅范招分嗰啲都關撚照埋啦，係咪先？全個香港最撚壞蛋嘅人咧，就係呢個姓董嘅呢個撲街嚟。結黨營私，真㗎！中央政府知道嘅喎，據我嘅資訊，中央政府係知撚到嘅，但點解投書寄氣唔撚講咧？是不是到今時今日你中央政府應該不需要包庇這種人？你好撚簡單啫嘛！你為乜嘢事？你幾蚊嘅東方可以打撚到幾十蚊？邊個幫你打嘅？嗰間公司股票有冇外國勢力？你成日講外國勢力啊嘛？有冇本土勢力？咁你中央政府知撚到噶，好多市民都知道噶，係嘛？呢個首先要豬狗族。好撚簡單嘅咋？你中央政府一張成個新界嘅地，曾經有啲咩公佈過出嚟，話將近喺行政會開會內部，開完會之後咧，
邊個人走去新界買地嗰度啊？計到個時序，個時間啱啱啊？你做到啊？中央政府一埋全部啲人 search 曬，就算橫州嗰帶成個元朗，邊個喺度買緊咗地嘅先？一行政會有消息話改規劃嘅時間，一抽一楞可以查撚曬出嚟㗎。嗰 B Y 公司邊個人擁有嘅先？咁啊，成個嗰個貪腐嘅組織咧喺度啊，走唔喐噶，走唔喐噶。咁你共產黨養咁撚多人去香港做咩啊？但我哋好奇怪咯，即係話係咪嗰個貪污集團喺香港大到咧，無論嘅上下左右嘅人等咧都收撚買曬嘅？因為咁多工程超支，咁多嘢對香港不利嘅民生工作咧，冇人出聲噶嘛。你三任特首，我哋兩樣嘢咧作為一把秤。第一把秤，你上任做特首，點解你唔拉閘？點解你唔將嗰單程證咧取消一半，或者取消曬，攞翻個審批權香港？點解你特首唔做？三任冇做過喎，啱嘛？第二樣嘢，點解你大家知道咁多地方唔夠起樓？點解你冇特首去同中央政府講爭取？將所有軍用用地咧交翻曬俾特區政府處理，佢嗰軍用用地嚟替死啊！嚇、啊！你唔通香港會同澳門打仗啊？會唔會啊？如果香港同澳門打仗咧，就要軍用軍事用地啦，準備喺度操炮啦。你驚澳門打過嚟啊？冇特首講過喎。第三樣嘢啦。咁你嗰啲咁嘅郵政局做政府，霸撚曬啲靚地，康樂大對面郵政局，中間道最撚靚嘅位佢牙撚曬，大家就喺郵政局蝕本嗰檔嘢。屌你咁，你十九區咁撚多政府大樓，你唔劈啲出嚟做郵政局？啱啱有人反對，為咗保育嘅原因。保咩育啊？嗰、那個郵政局由73年起，有保育嘅歷史喎。73年郵政局啊，唔係郵政統啊。唔係郵政局啊，郵政局嗰塊地啊嘛。保佢老母啦！保育，而家飯都冇得食啊！香港仲保育。西方文化意識。屌你，逢係嗰啲保育嘅嘢、古董啊、古蹟啊，超過100年以上啊，都要考慮啊。算乜嘢咧？嚇！嗰啲咧就係嗰啲左膠咧，你唔撚使睬佢嘅，佢噏你有佢廢噏。嗱、啊，你睇邊一個人多啊？公投係咪先？嗰啲多撚魚噶嘛？你如果你要聽啲咁嘅左膠嚟講，你香港係死撚緊都得啦。乜都唔使做。係咪啊？乜都冇得喐。叫佢冇撚結婚添啊！你冇啲結撚婚，你不能人道啊！成日用富架餐，保育啊要保撚護佢，冇撚用啊最好啦，係咪啊？我冇意係咪啊？你而家你我哋講實質啦，你十九區咁多市政大樓丟空冇用嘅，你咪做郵政局咯。人哋去行去買餸，順便掉埋封信咯，啱唔啱？點解你唔肯做咧？幾多地騰出嚟啊？好撚多地㗎！中環都發達啦。幾撚多地好做啊？所以呢啲咧，嗱你呢個董建華咧就呢啲董華咧，呢啲董建華呢個人咧就喺我哋心目中你個豬狗族嘅。咁啊！希望中央政府咧，你啲第五六中隊咧，就唔該你公開嗰啲衰嘢出嚟。你成報咁撚用啊嘛，你咪攞多啲料咯。嗱，你唔夠料，我俾啲你。豬啊狗族。係咪先？豬撚佢狗族，等佢老母冇咁撚得戚。國家領導人喎，瘋屌你老母啊！如果國家用呢啲人領導啊，真係冇運行啊！中國，你點會整啲咁嘅奸臣喺度㗎？佢個相好撚曳㗎，你睇側面睇下，左邊張。我成報，我佢話中聯辦壟斷輿論，咁啊梗係啦。梁振英窮途末路，張曉明心虛禁房，唉，又有呢張啊早幾日嘅。哇！成報呢期威啦。講真話。嚇？講真話。講真話最有力噶嘛。但係成報佢諗唔到有一樣嘢佢要做喎。中聯辦啊，梗係周圍踩人哋嗰傳媒噶啦，即係唔啱佢聽嘅話。但係成報一樣嘢做喎，而家佢突然間咧多咗好多讀者喎。係啊。
焦慮，直線上升。但佢有冇諗過你點樣延？要延續呢個讀者嗰個擁躉咧？所以成報你要真係啲錢要唔好使冤枉啦，即刻做一個平台網台啊、網站啊，開啲論壇，俾啲市民咧上你個論壇度咧係鬧實政府嘅，鬧鳩中聯辦嘅，可以收費噶。喂，走嚟報名。啊！鬧五分鐘一嚿水，鬧政府咁有人俾噶，排撚曬隊啊！俾唔俾啊？梗係有人俾啦！一分鐘都夠啦，100蚊。咪咯，有人俾鬧噶。所以嗱，呢個大生意嘅情報，跟住嗰啲網台咧就賣撚埋廣告收錢。跟住佢咧就要點樣留啲讀者啦？要搞啲讀者嘅來論啊、報料啊，係咪啊？咁啊，跟住咧，佢情報咧，而家跟住寫呢個氣勢咧，招請啲義工記者啊！義工記者，淨係俾居馬費嘅啫，又唔會人哋話蝕曬。除佢收唔收，你收居馬費嘅車費嘅，我嚟報銷。你唔收嘅，多謝你幫手，就整翻個錦旗俾佢。要組織下嘅情報，我教埋你做生意啊！跟住再谷行佢咧，咁你啲紙升嘅話咧，你變咗香港三大報章之一咯。蘋果、東方、城報，咁你威過威士忌啦。等下何文發死撚咗都眼閉啊！唔好一執撚埋咁滯，啱唔啱先啊？阿何元剛仲喺度，係咪啊？如果你城報咧，你需要揾人幫手嘅嗱，我義務幫你三個月，屌咧俾意見你啊，唔撚收你錢，同你撐人佢。有邊排收錢嘛？我哋嗰啲誒一個禮拜翻嚟俾啲意見你啫嘛，喂我幫個手啊！我哋咁多人聽我節目都推銷佢成報啱啱啊！我自己都買。第二個問題。真係成報借呢個反彈㗎，但你食住個勢㗎，唔通你日日要砌啲人鬧咁中年班鬧足一年啦，都口攰啦，邊揾到你鬧啊？如果抄到又叻仔喎，有佢算叻㗎啦，抄到咁多料嚟鬧，係咪啊？你揾啲嘢嚟鬧先得噶嘛？係啊。泵啲過去咯。喂，有啲咩新聞做？呢個泄密嘅問題啦。哇！好吊鬼喎！蘋果賣嘅嘢又要睇睇先知喎。係咯。新世界顧問涉嫌偷用政府橫州機密，屌係咪偷用啊？明用啊！明用啊！唔係偷用，係明用唔通？睇一睇佢，我因為我覺得立下眼，我冇詳細睇嘅。我話個顧問公司嗰度有問題咯。通常啲大顧問公司咧就唔係咁簡單嘅，特別啲鬼佬公司咧，佢哋好嚴密嘅組織嘅。咁咧，佢哋嗰啲大顧問工程公司咧，喺世界各地咧，就一定滲透曬嗰啲政府架構嘅，有曬方法點樣收買曬人啦，係嘛？咁啊，跟住咧就用個制度咧，我哋睇啲資訊咧，就無端端有個朱家敏咧。都會涉咗落喺政府架構度咧，譬如政府有啲會議啊，要改規劃改成咧，點解你揾呢啲人坐入去開會聽到料咧？跟住佢兼咗呢啲顧問公司咧，喂，咁你嗰個政府你要睇嘅喎，保密噶嘛，嗰城市發展係咪啊？就驚如果有利益衝突噶嘛，所以咪搞到話佢嗰啲公屋嘅起樓嗰度同佢哋新世界銜接咯，咁新世界用間顧問公司係冇錯嘅喎。我而家用間叻噶啦，我而家用間有明知喺市場上佢有關係嘅，我哋撚都係有冇關係，啲關係點嚟唔關我事噶？我俾錢請佢做嘢噶嘛，唔通我揾間顧問公司盲目噶，係嘛？所以鄭家純講得冇錯嘅喎，喂，我請人做嘢個大佬，我而家用間有料嘅顧問公司啦，佢點樣操作我哋撚得佢啊？咁但係你政府或者你嗰啲議員，你自己去 check 咯。你間顧問公司嘅背景係乜嘢？我哋查咗翻嚟，佢由英國同美國掛鈎嘅一齊嘅，全世界都有嘅，好大嘅集團嚟嘅，入曬你嗰啲政府高層嘅，
又做緊個中東杜拜嗰啲第三客運大樓政府。咁係咪佢引進啲中東合同俾你老母喺香港政府簽咧？咁你林鄭月娥好撚大責任嘅喎，英國工程公司喎，你早幾日鄭月娥走咗去英國拜見嗰個英國工程工學會嘅會長喎，係嘛？好撚麻撚煩嘅香港而家個架構，會唔會由上至下啲議員、行政議員、立法會議員全部俾人收撚買曬咧？唔撚出奇㗎。個人我收起曬咁口費，咁咪搞到香港今時今日咁啦，樣撚樣超支咯，樣撚樣抵觸咯，樣撚樣串謀虧空咯。佢新世界唔係呢單噶啦，之前有個梁子文噶嘛，啲兒仔記得爆撚我出嚟噶嘛。即係呢啲嘢咧唔係今日嘅，因為佢呢間公司咧由嗰個朱金敏開始咧，1984年開始噶啦，喺香港成立嘅。我都話啦，英國佬行撚開之前咧。一中英會談咧，佢搞咗好多動作喺度嘅，周圍攝人擺位，係咪啊？佢熟啊嘛，咁啊跟住你個地政署啊、屋宇署啊、工程啊、屋誒房委會啊乜撚嗰啲人行埋啊，一條龍㗎而家個貪污係好撚大鑊㗎。我相信你共產黨都一個好撚大挑戰啊，因為你養成20000幾人喺香港，中聯辦係成3000人，但係成扎山寨兵嚟㗎嘛，唔撚識嘢㗎嘛。你點樣點樣入手啊？知撚到你入唔到手，佢哋全部有個法，好似好撚合法嘅程序啊嘛，知唔知啊？佢搞撚到你好撚合法嘅程序嚟嚼你啊嘛，即係呢個猶太佬招嚟嘅。當年猶太人最撚叻嘅，設計個上帝出嚟，你班撚友日日奉獻啊！而家嗰套遊戲咪搞出嚟啊？猶太人設計出嚟噶嘛，上帝。猶太人搞出嚟啊嘛，基督教。係佢哋搞出嚟噶。你睇翻聖經。所以點解呢就拉咁撚真嗰班友咧，係有理由噶嘛？好啊，跟住佢設計嗰啲咁嘅遊戲咧，去你嗰個地方度投資，逢係猶太人，一定用撚翻你當地法律，佢再設計過，俾你簽嘅。咁你中招你冇撚噏嘅喎，屌你老母係你嗰個地方法律嚟噶嘛，我根據你地方法律嚼你嘅喎，因為佢哋好聰明噶嘛，連上帝都呃撚埋噶嘛。上帝知唔知？上帝吹佢唔漲噶。吹佢唔漲。係佢話撚明，我上帝都呃撚埋噶。我真係吹佢。吹唔漲，因為跟曬你嗰啲守則嚟做啊，吹唔漲。咁你？你香港有人穿櫃桶引進啲中東合同嚟香港，咁你樣撚樣工程超支，咁咪抵撚死咯！個個扮睇唔到，扮瞓覺，啊！你就要同嗰啲屌你老母啊，收人機票去旅行，啊！仲要壓撚埋老婆去，咁咪個第三跑道咪過撚埋咯，係嘛？嗰工程嗰啲嘢咪冇人把關咯，掃撚走曬識嘢嗰啲人咯。整陣山大兵坐喺行政會，咪就咁撚樣。你識睇批判咩？識睇嘅唔撚睇啦，唔識睇嘅冇得睇啦。咁咪係搞撚到香港，咪就咁撚樣咯。係一個羞恥嚟嘅香港，真㗎，俾人笑嘅，俾國際社會笑嘅。屌你乜你共產黨接管完香港，俾人揾笨柒都冇報仇報。我哋香港人覺得丟撚架嘅，唔係錢嘅問題啊，面子問題啊，大佬尊嚴嘅問題。俾人撳撚住搶，你都吹唔漲，係嘛？超支又超支，超支又超支，你吹啊？係咁屈你水咯！喺個公園整個洗手間啊，都1000萬啦！買個貨櫃改裝啊！屌你乜幾皮嘢搞撚掂咩？係嘛？幾撚靚添啊！可以改裝個藝術廁所啊，擺喺公園，你諗到使1000萬啊？起個廁所。第二個問題，咁啊，中央明知立法局嗰啲咁樣嘅啲議員講嘅水平，點解唔改唔諗搬諗計拆掂佢咧？佢唔拆理由咧，就佢可以養住班馬仔做打手啊嘛，分餅仔啊嘛。佢嗰堆都係咁低水平啊！佢明知嘅，嗱呢啲係共產黨嘅毛病嚟嘅，諱疾忌醫，諱疾忌醫。哦，我睇你唔到。他又不想你香港有個民主好的現象，怕影響他內部的大陸的安全，你亂就對了。
個思維好撚壞㗎，而家啲幹部，同埋你即係張德江之流嗰啲讀嗰啲冇靈魂嘅書長大㗎嘛，佢哋讀馬克思理論、共產鬥爭哲學長大㗎嘛，跟住自己仲去走去北朝鮮讀經濟添。咁你話你可想佢水平去撚到邊度咧？佢個思維係啊，你冇得教佢噶。點讀？佢死落一邊頸啊！總之我就揦撚住啲槍懟撚住，啊！你冇喐撚到我嗰個黨嘅江湖地位就得啦，你乜嘢都得。所以澳門佢咪任你搞咯，你冇同佢作對啊嘛，俾咗80你佢啊，批咗俾佢海權啊，跟住可以填海噶啦，澳門越整越大啊，真噶。咁你香港人有班人咧，又俾人煽動。譬如話佢有啲外圍組織喺香港可以揾笨賊揾錢嘅，跟住你冷靜落嚟咧，個人咧就會留心佢哋嘅動作啦嘛。佢借啲政治嘅話題咧炒起佢，佢哋啲教授都唔知嘅喎。咪點解你陳日君嗰有錢收咧？點解你戴月廷嗰有錢收咧？佢借啲政治問題等你炒起佢咧。咁你政府明知共產黨同香港政府個撚個起噏喺睇個政治問題，佢民生問題嘅咪穿你櫃桶作撚曬怪咯，聲東擊西咯，你明唔明啊？你好冷靜去分析噶嘛，佢哋撈埋一嚿嚟睇噶嘛，共產黨睇嘢，未夠班嘅共產黨睇嗰個政治形勢未夠班噶，係咪？第一個問題。嗱，咁啊，新界佬就又用啲風水嚟做藉口，逼政府啲公屋咧就十就變九，點睇啊？咁你政府低 B 咪係俾人屈咯？又係屈咯？係啊。點解咁容易屈嘅政府？咁你政府就戇鳩嘛？哦，我唔想影響你哋風水啦，所有乜撚嘢都撤銷，全部當你綠化區清撚走曬，全部種菜耕田，收撚咗白禮嚟發展海嘅啦，冇曬地全部唔值錢。與毒攻毒啊！同佢鬥毒，永不超生。等你黃鳩鳩睇龍舟，影響你風水嘛？唔喺呢度搞，唔撚收地，唔撚成，收第二啲啊，收隔離啊，收翻曬啲官地嚟起啊，咁唔撚關你事啦。冇嘢好嘈啊！係啊，整撚殘佢咯。跟住咧，一入手，將所有以前啲丁屋嘅嗰啲花佬咧，湊撚翻曬出嚟，邊撚個做撚個買賣嘅，實嗨嘅。對付新界佬最好嘅丁屋入手，佢嗰份丁屋文件一簽咧，賣撚咗俾人噶嘛，賣個丁權俾人嗰啲啊，一抄啊，屌你諗乜，全部排撚咗隊去坐監啊！知啊，邊個仔？唔知啊，你講。你殺新界佬就最好喺丁屋入手噶啦，全部鹹魚翻身，律師樓做嘅都死，買嘅又死，賣嘅又死。中介費收撚過都死，一人拎翻嚟俾運口工。幾時邊個介紹你買啊？邊個介紹你買個丁權俾人啊？係咪啊？簽過啲咩文件啊？實有㗎，走唔喐㗎，啲文件實擺喺度㗎。最好做啊！共產黨嗱，點都夠撚埋你啦！由丁屋入手，你想殺新界佬啲勢力就，啊！你犯法啊嘛！買丁權犯法。犯法。唔得噶，犯法噶。一賣嘅。唔賣得噶嘛，係俾你享有啫嘛。咁咪而家賣緊嘅喎。係咯。賣緊咪嗨咯，一喐你就嗨㗎啦。嗨硬㗎咯喎。嗨硬㗎，因為嗰個丁咧唔會攬你嗰個買家㗎嘛。特赦證人啊嘛仲。哦。唔緊係啦。一定出賣曬啦。你唔可以告曬㗎，所以咧我哋今晚都要幫張德江甩下身，話佢俾人害啫，啊。等佢卸輕啲，等佢一個回馬槍，自己對撚翻梁振英、張曉明，咪收工咪算撚數啦，係嘛？你唔可以殺人殺到咁撚盡噶嘛？呢啲係政治啊！啊，有網友就話咧，有報道咧，日本企業全面撤離大陸，點睇喎？其實一早撤嘅啦，撤緊又撤咗好耐啦。佢棘撚住你，唔俾你走嘛啲錢。哦。以前佢哋入嚟投資咧，就話你根據中國法規。賺到幾多錢咧？可以調走嘛？而家佢即刻棘撚住你啊嘛！呢啲係唔好嘅現象嚟嘅。我唔留民嘅，棘住啲錢。屌我哋講撚咗啦，咪點？我哋唔翻去投資啫，我翻去投赤咁解啊嘛！你賺多兩個錢啦，嗰統戰部啊，周圍走嚟揾你噶，工商聯嗰啲冚家產敲你門口橋板，
阿同志，你賺好多錢喎！而家我哋地區有好多嘢要做喎，你捐翻啲錢啦，屈鳩你噶，明有明屈，暗有暗屈噶。你嗰啲咁嘅，你嗰啲環保啊、消防啊，你唔撚幫撚翻趁佢嗰啲，嗰啲單位下邊嘅公司做啊，告撚到你飛起啊，啱唔啱啊？屌你乜！我哋唔中意交手嘅，咁未成熟啊，國家啲人。我人性未成熟啊！佢哋冇噶，冇嗰個企業文化噶嘛，中國送我都唔撚制噶，佢哋啲嘢俾我，送啊喂，你攞走即刻，唔好撚搞，我咪買唔起，我使撚你送啊，係咪先？第二個問題。咁啊，台北故宮就拆咗，送即係嗰個十圓明園嗰個複製嘅十二生肖獸頭係咩回事咧？成龍送去噶嘛？睇報紙，送就咁嘅垃圾，屌你係咪？佢哋搞錯，台灣一早就唔撚批嘅。但當初又批咗，而家又拆咗，咁咪好攞嚟。就嗰班人又係冇水平啊嘛。咪仲肉酸？你係複製嘅添。咪咯，你一係唔好要啊。係咪啊？我嘥錢嚟服撚是你啊，係咪啊？你送俾你嗰個人個聲譽都曳啊嘛，成龍個聲譽，你點會接受啲聲譽曳嘅人送嘢咧？啱唔啱先？你送炸啲咁嘅嗰啲咁嘅獸頭嚟，即係話我哋台灣全部都係野獸啊！你多撚魚嘅，連一個幫佢哋都冇諗噶嘛，台灣佬。係咯，送咗我而家又拆。冇啊！我有啲人冇撚出，而家冇拆撚咗，咪好彩咯，恭喜佢咯！幾多新嘢未得閒擺啦，幾多藝術嘅嘢。台灣咧就抄多翻多啲架仔嘅藝術品，真嘅。台灣適宜搞多啲日本式嘅文化喺度，佢有嗰個土壤啊。佢本身啲受日本文化好深噶啦。佢應該借勢咧就搞翻一個學日本嗰種生活嘅藝術啊，茶道啊、花道啊，搞好啲咯。咦，講起花道，我哋有一個新嘅構思嘅。禮拜五聽日，我叫咗人，我十月份咧下個月咧就要翻學啦。翻學咧就仲有先生收你咩？不我學嗰個草月流派嘅插花藝術，即係我知道話佢究竟搞嗰套乜嘢，因為佢草月流咧係將個佛學擺咗個意境喺度嘅，但佢擺到而家嚟講咧係。我覺得冇嗰種大氣，但我都要學人哋嗰個角度喺邊度。咁我點要學咧？因為而家我就創咗個新嘅流派，大家有啲同學收到啊。我用美國嘅花行先，叫大精明流，唔係草魚流，又唔係溝流流啊！大精明流，精潔嘅精，精粗嘅精。大咧，你用個大字行先，一定要揾美國花行先。呢個係世界嘅現實，而家佢係世界第一個首選嘅國家嚟嘅，講實力啱唔啱？冇得反對。有人強過佢，將來如果有人強過佢，我改啦，又改第二個花。呢個叫成世，有智慧不如成世，所以我用美國花行先。美國嘅國花咧就玫瑰，英國都係玫瑰嘅喎。英國國花係玫瑰，咁我用美國嘅國花咧去擺陣，擺佢嗰個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嘅觀念，點樣表現嗰個流派嘅風格？但係咧，就揾翻日本嘅花道咧，係佛學嘅意境咧，就襯托翻呢個嘅，所以叫大精明流嘅花道，小弟創嘅最新嘅混合。我覺得佢唔夠用啊嘛，草月流日本嘅花道唔夠用，冇嗰種大氣啊，冇嗰種大氣。但中國國花咧就用梅花啊嘛，係嘛？台灣都用梅花嘛。台灣用梅花。而家中國國花係咩花？最撚衰就香港嗰朵花，紫荊花最撚衰嘅，又漂泊，係嘛？又個勢又弱，係咪先？唔撚著得大台嘅。屌你！你以前我喺董建華之流有咩資格揀呢啲嘢啊？咪得撚罪啦！佢哋又冇嚟問我哋啊嘛，咁咪做乞衣咯。澳門都好啲啊，用到啲荷花，
蓮花啱啱啊！我哋搞一個藝術品咧，就撐呢個大美國嘅精神，但佢唔夠用嘅，過光啊，所以要配翻日本嘅流派嘅花襯翻住佢咧，油翻少少，呢個可以行得喐嘅。咁我哋仲要揾好多國家嘅，德國啊、荷蘭啊、俄羅斯啊嗰啲花咧嚟再配翻我哋。日本的花道就 OK 創整完之後就會做啲展覽會。我哋炒嘅呢個大生意嚟㗎，我擺落我哋間 BY 公司度做，可以訂嘅，可以好貴嘅。你用啲咩靚嘅花樽咧，同你配埋擺屋企，即係代表你富貴人家先擺得起嘅呢個花道。大哥，嗱咁啊。有報道話咧，有個女學護就刉咗人哋老公七刀喎，呢啲就係咪就係男人個處理得唔好嗰啲姻緣嘅問題咧？屌啦，佢唔撚戴安全套啊嘛，搞緊大咗條友個肚啊嘛，咁咪賴屎賴尿咯，又點人哋真係墮撚咗胎啊嘛？原來，但佢又唔知道，靚妹以前有個老公噶嘛，都未辦離婚噶嘛。咁亂龍嘅。呢啲真係孽障啦，孽緣啦。唔係，佢應該唔會變孽緣嘅。佢就成日同條靚妹講咧，就話同我老婆感情唔撚好，又係用呢啲衰嘢。個男人都係咁喎。咁啊，搞撚到出撚咗事咯。有邊個感情好啊？係嘛？你使乜講話感情好唔好啊？啱唔啱先？在這個時代，但這個女仔如果她要坐監就不能抵咯。你又你得嗰廿幾三十歲，屌你咩佢？但這個咧就真係講修養啦。平時佢冇讀時空識班嘛，有讀時空識班啊，唔好佢吉到有七刀啦，係咪啊？吉少，吉一刀要死㗎。唔係吉一刀啊，攞水啊，有水啊，散水啊。知唔知啊？邊度講咁撚多嘢啊？啱啱先？所以女人嘅情執咧又好危險嘅，但你個男人咧亦都係唔公道咯。你冇識得保護到你嗰個女朋友，真㗎啦！你都玩唔起個遊戲，你真係玩。你去玩個遊戲又唔撚戴安全套，搞到賴屎賴尿，啱唔啱啊？呢樣冇撚興嘅，唔抵同情啦。第二個問題。咁啊！美國傳媒話俄羅斯選舉有欺騙成分喎，點睇啊？關你差事啊！屌你乜俄羅斯人都未撚出聲，屌你乜所以美國佬啊亂撚噏噶嘛，干涉內政啊，係咪啊？你有咩證據話佢係欺騙成分啊？俄羅斯都幾撚精神啊，百成支持普京啊，再臨裝啊，係咪啊？百成選民啊支持普京噶，佢哋個民族係咁喎，你撚得你搶，我搶翻嚟分俾我就 friend 噶啦。啲兒仔，你搶得完錢翻嚟請我食飯，屌你跳舞喎，梗係你撚得你啦。你繼續搶飽我啦，你繼續去搶啦。呢個人性嘅弱點嚟噶嘛。你搶門口外頭嘅啫嘛。咁你美國好撚公道啊？又唔係搶。你美國嗰啲總統競選好撚公道咩？少個賓都入唔撚到場啦，做個議員真係選到。等於香港啊！你選議員俾我睇下，起碼都要幾條係嘛？使咗幾廿萬啊？唔止啊！你報名費都要五萬咯。咁咪咯！屌你乜你估平啊？而家玩呢啲遊戲，你冇票，你唔夠票啊，仲充撚公幣嚟講五皮啊！阿馮檢基都俾人充咗。唔係啩？馮檢基都唔夠票。都充咗。哇！真係大鑊啦，醜怪啦。好撚難玩嘅呢咁嘅遊戲，揾笨柒嘅，我話俾你聽啦。第二個問題。嗱，咁啊，美國總統預選個辯論結果，阿Doctor你會覺得點樣咧？多數希拉里贏嘅，因為你特朗普啲沉唔到氣噶嘛。因為希拉里咧係巴底嚟嘅，佢係巴底嚟噶嘛。同埋佢嗰啲團隊一早抄曬你嗰啲衰嘢，因為你特朗普衰嘢多啊。而家仲有一招最大鑊，佢就話佢唔撚納税，叫攞税單出嚟，呢鑊大鑊啦！因為喺美國咧，人咧最撚真啲人唔撚納税嘅，啱唔啱啊？
喺西方世界啊，所以就老榜輸嘅，佢係大律師底嚟噶嘛，希拉里。咁你特朗普啲咁牢嘈嘅人，佢陰陰笑陰陰笑係裝你噶啦，係嘛？佢裝到硬噶，俾希拉里。呢個唔係特朗普強項嚟嘅。第二個問題。嗯，嗱，阿Doctor，以前嚟講咧就即係好似阿Doctor你咁都係白手興家。咁啊，點解而家好少有韓援出貴子呢樣嘢咧？有網友咁問。喺其他落國家有咯，香港同埋中國咧冷啊，因為而家香港冇韓援啊嘛。個撚個都有飯食有剩，韓咩門啫？即係未夠苦啊，咁啊出唔到貴子咯，啱唔啱啊？個個都冇撚得捱，係咪啊？個個屌你最撚窮哥都買撚到部新嘅 iPhone 嘅，你唔撚去邊度借錢翻？你唔撚你去邊度借翻嚟？點樣搞翻嚟？個個都買撚到嘅，一有新嘅 iPhone 出嚟，個個買到噶啦。點樣叫寒門啊？嗱，董建華。同埋你啲 fans 啊，唔係特登踩佢嘅，有傳媒賣噶，叫佢董笨伯啊，讀一段俾你聽啊。唔係我哋同你對你董先有偏見，當然我哋有證據喺手啦。嗱，報紙都有賣啊，讀一讀俾大家聽啊。林夕寫嘅，董伯伯又出動啦，係嘛？有啲話佢能力強，但係品德有虧，但比起呢、這個。笨的老好人犯起錯來遺禍更大。喂，董伯伯好不好呢？就有兩邊說的，笨就是笨緊的了，但他的破壞力呢大家有目共睹，心中有數。這件董伯伯呢，董老懵董呢，不經寂寞做王者，他經常想咁啊，令到佢嘅成果咧，我哋大家老百姓咧食到今日咧，都仲喺食緊佢嗰個成嗰、那個留低嘅蘇州市，係嘛？同埋咧，佢突然間咧要親自點名撐梁振英，創科博覽開幕，佢引用團結香港基金會主席喺度大講香港嘅創科，好似當咗創科咧係個萬能插頭。配合佢喺度念念有詞十幾年嘅口頭禪，講嘅咧就離唔開國家，國家，國家。對象咧繼續係年輕人，啊要融入咧國家戰略，唔好做係孤島同埋與世隔絕。彷彿咧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啫，其他咧仍然係蠻夷之地。經過呢個老懵懂講啊，屌啦離開中國冇飯揾啊，冇飯食啊，你個多撚魚嘅老懵懂。以前啲人啲華僑富商嚟撚開中國先發達啊！攬撚住你共產黨，屌你老母米都得黑啦！你翻去投資啦！屌你乜著草走唔撚掂啊！啲外商都正在喺度嗌走，好啦，嗌走咯。與世隔絕嘅人咧，其實就呢個老懵懂。人哋講創新科技，老懵懂一開口咧就知道佢又蠢又外行。佢竟然間咧喺度猛提四大發明，炮仗煙花、指南針，比咸豐年代咧仲古老咗過千年。一直喺度掃住手機嘅年輕人，聽咗之後啊，就覺得呢條友咧生存喺一個平行時空嗰度，九唔搭八。老懵懂董建华提到的四大发明呢，就不可以不重提真正咸丰年代的历史了。他说的指南针就成为了列强跨海而来参略我们国家的武器。老懵懂说的火药呢，就成为了洋鬼子向我们国家开火的武器，即是你发明的东西被人拿回来打你的。而家我哋國家嘅科技咧，就喺國際前面啦。呢個咧係歷史科嘅百古觀點。年輕人咧，一係就反胃，一係咧就唔反駁。係啊，人類偉大嘅發明
邊度指四樣嘢啊？亦都點會只係喺放煙用喺放煙花？你話用個指南針下西洋啦、啊，話點會用嚟拉政敵啦、啊？以前喺古代嗰啲科技成品咧、啊，一律咧視為奇技淫巧，自大自尊，唔懂反省，唔敢挑戰自古與來與有嘅觀念。你點樣講創新啊，老懵黨？老懵懂咧，仲喺度好似好開心喎、啊，開心咧，佢話啲噩夢咧已經結束啦。但你自己本身老懵懂嘅大夢咧，仲喺度做緊喎、啊。但年輕人嘅噩夢咧，仲未埋到尾喎、啊。好啦，老懵懂出手挺梁振英，哇！佢呢一出手咧，亦都嚇到啲人都驚。佢竟然夠膽公開讚梁振英咧，親自關心之下。才可以搞到呢個創科發展成功出嚟嘅，即係話咧呢個十幾日嚟咧，呢個老懵懂咧唔知咪匿埋喺個孤島度與世隔絕，佢唔知道梁振英呢個別三咧，佢親自關心咧係橫州發展，佢咪關心創科發展，佢親自關心嘅咧就係做小組主席，誰不知啲秘密文件一揭開咧？佢親自關心呢四個字咧，就成為咗俾梁振英喺度滴眼淚嘅敏感詞句。俾梁振英別三親自關心過嘅，都有毒霧橫流、寸草不生。咁呢個老懵懂咧，似乎咧毫無知覺，就係親自關心梁別三嘅選情。其實，團結香港基金會由老懵懂做主席，不過自己架忌欄，自己人為奴取暖。如果講團結，邊個敢喺梁振英面前爭風？邊個有梁振英別三咁本事？只要梁別三一出，夠膽同佢互斬嘅，都要放下屠刀，立地成團，創造新科技武器。兵不血刃，大家要創下新科技嘅武器。兵不血刃咧，掃呢個梁別三落台啦，就最啱啦咁。嗱，董建華唔係我窒你噶，傳媒都鬧你個冚家產啊！嚇、啊，屌你有冇睇幾時？屌乜中風啦，癱撚咗喺度啦。第二個問題。嗱，咁啊 ，Dota， 你講一下你個理財心得喎，好多網友想知道。我就真係學猶太人政策嘅喎，學猶大佬，即係屈水魚。最重要咧，你儘量唔好去求人，真係都係一樣嘢，唔好爭錢，錢已經慳啲唔做，因為你一爭人錢咧，冇咗嗰個鬥志啊。咁我都話你以前都有去銀行貸款嗰啲㗎。嗰、那個唔同，我有抵押噶嘛，即係你買樓你唔分期。但通常我就好少話算錢嘅，即係話點樣算啲錢唔用咧，就會積多啲。我唔用，我用揾錢嚟代替慳錢嘅，即係我幾時都係揾得快噶嘛。但點解我揾得快嘅錢我都唔浪費咧？就呢個就唔同理財哲學喎，呢個咧就係錫愛惜自己嘅福氣嘅哲學。我唔係慳錢，我唔浪費錢，我唔浪費錢啊！我唔係慳錢，即係咁貴嘅我咪做啦。但你唔可以特登去浪費啊嘛，即係愛惜金錢，但唔好話孤寒，係兩個概念嚟嘅。當然量入為出好緊要啦，係嘛？但就因為點解唔浪費錢咧？因為錢可以變錢啊嘛。你浪費錢咧，就將你嗰個本錢縮細咗啊！將你嘅本錢咧唔擴大咧，你揾錢咪冇力咯。譬如你投資10,000投資，同投資20,000個回報唔同啊，啱唔啱啊？咁你使得埋嗰10,000又係投資10,000？譬如話你10,000，大媽下個月你揾咗1,000蚊翻嚟，你用撚咗1,000蚊，你都係照投資10,000啫嘛。
你最多用300，咁你下個月咧就有10,700咧再投資啊嘛。咁你先可以越滾越大嘅，呢個就我理財嘅哲學嚟嘅。即係我永遠我揾錢翻嚟咧，我唔使咗嗰啲利潤嘅，留翻咧再投資。佛祖教落嘅喎，佛祖你哋睇過嗰、那個《釋迦的啟示》嗰本書有寫嘅，教俗家人點樣理財。即係你將賺嘅錢翻嚟嘅部分咧，係要再投資嘅。有1/4咧就擺喺度做儲蓄嘅，有1/4咧就自己開銷嘅，有1/4咧咁你可以做好事嘅，有教人處理嘅。如果你使你譬如賺10,000揾10,000，你使曬10,000，咁你永遠都唔大得㗎嗰個本錢。你個本錢大咗先可以做一大咁嘅生意，投資都係㗎。就唔好債人債咯，同埋你仲有個好陣時你自己有個心理唔平衡嘅，哇！人哋有啲名牌啊，又乜嘢咁，咁你最好自己搞創意咯。所以講用成7G啊，今晚輪到嗰啲夜攤店啊，嗰退休貨啊，買兩件嘢翻嚟加加減減啊，換條皮帶啊，咁咪靚咯。即係話係你自己創意特色，呢個法國佬嘅文化嚟，所以法國人咧好少買名牌嘅。咁譬如好簡單，大媽譬如話，譬如我今時今日，我可以買得起一架私人飛機，即係講我自己身家隨時買到嘅。咁你快翻嚟替死啊！日日坐飛機啊！唔係打飛機。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唔係你買翻嚟咪先？你要俾停機費噶嘛？再養住嗰啲機師噶嘛？維修。好撚戇居喎！我連遊艇都唔撚買啦。即係遊艇咧，貶值噶嘛？屌你啊！你賣你車一樣啊！嗱，我話咧最撚笨柒嘅咧就玩車嘅。你出去玩車唔該你租，玩得完算撚數，租一個月。佢蝕車價噶嘛？即係睇人哋用錢啦。你覺得啲人咧，你提我理財咧，你千祈唔好撚玩車。一落地咧唔見撚咗1/4咁啊，貶值啱唔啱？一架車擺落好似嚿冰咁撚樣噶嘛，日日用啲噶嘛。是制不能過的。買肺耳疏呢？是啊，那些是緊數啦，那些緊數啦，是不能著數的。你代步，那你又買架便宜車代步二手的就算了數了，即是你不要虛榮。很簡單，譬如說有人計過數的，由你出到今天第iPhone 7是第幾代啊？第7代啊？啊？第七代，好啦，如果你將6代嘅錢唔撚跟佢潮流買嘅，你諗下慳咗幾多錢？每一次出一次，每一次5-6千元，你由屋企置一件嘢，每一次5-6千元置一件嘢，每一次5-6千元你要嚟買咗股票投資，你有錢嚟噶。當然，如果你話你揾長咗錢，你又唔同，你揾咗人長咗錢。譬如話你坐咗個月有20-30萬收入嘅，咁一個月咧你冇嚟刻薄自己啊，使翻5-6萬咧係冇所謂，即係跟你嘅煙琴嚟睇咯。如果唔係咧就無撚為，即係一定有個預算，同埋你唔捨啲錢咧啲錢走噶。所以我唔捨啲錢咧，捨錢我就話我哋比較著數啲啦，識得用錢嚟做社會工作。即係攞社會嗰個因果力咧嚟影響我，再賺多啲錢。我接受個宇宙個因果力噶嘛，我咪用個因果力嚟玩咯。譬如我賺10,000蚊，咁我咪做翻1-2千元嘅社會工作嘅事咯，揀你嚟做咯。喺個社會無形之中，咁啊有一種好嘅力量，好嘅回應俾翻我咯。變咗我揾錢機會多過人咯。我利用呢種力嘅，大家唔好忘記。所以好人好事啦，因為佢有力俾我嘛，無端都有靈感嚟俾你噶嘛。睇唔到。係啊，咁你要信個因果力。但你睇唔到唔代表冇喎，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係有嘅，唔係冇噶，係有噶。打你一錘咁你又痛，我走撚咗去，第時你見到我踢翻腳咁啊，係有噶，唔會話忘記咗噶。所以我成個生活咧。我用個因果力嚟做嘅，我信個因果嘅，唔係相信我係用個因果力。
如是因如是果咯，一定有回響嘅，好奇怪。第二個問題。咁啊 ，Doctor， 咁誒講開錢嘅問題啦，有網友就問咧，買六合彩有冇秘訣喎？同埋你對打麻雀呢家嘢點睇咧？買六合彩我哋咁樣就。在外國統計咧，有啲程式咧就避開咗唔中嗰啲三個字啊、四個字嘅，中嚟都無謂，無謂啊！中三個字咧$20，俾咗佢哋咧避開咗唔中呢啲。有得避嘅咩？有程式嘅，佢一買五個字咧，佢揀咗15個 number 買五個字嘅話咧，佢中咧定最買6個字、7個字，佢嘅組合咧定會中你5個字。一就唔中，中親就有3獎嘅。咁咧嗰個注數咧慳好多嘅，有數嘅。我都有嗰本書嘅，有數嘅，有人編出嚟嘅。我此其一，此其二咧，就係我覺得唔容易中啦。但我又冇用一個方法，就話我 set 咗個 number， 長期買住佢，等佢撞埋嚟。唔中咧，你唔中咧，就當佢做咗馬會嘅善事。就是你用呢個心態，但咧你都要減咗嗰個六合彩嘅投注嘅數據，慳咗好多無謂錢，即係個注數啊！即係原本你要買30注嘅，而家你買100注咧就有個效果啦，一中咧就中3獎，咁你個本錢平咗啊嘛，都係有數計嘅，但唔代表你一定中啊，但即係你會嗰個注碼咧著數咗。再個乜嘢？再個咩問題？嗱，咁就打麻雀，打麻雀，打麻雀最無謂啦，嘥時間，係咪啊？打麻雀冇用，係啊，嘥時間。第二個問題，嗱，有同埋個遊戲咧，唔係咁好咯，即係打到個人咧，嗰個性格咧有多少缺陷嘅？打牌打到性格有缺陷？有，豬死下家，呃上家，害對家啊嘛！屌，打兩架咪得。自己都講性格缺陷咯，你係打你玩橋牌就好啲咯，講合作噶嘛，你孤軍作戰啊嘛，又要呃人，又要害人，係嘛？第二個問題，好符合中國人嘅個性啊！呢個遊戲，所以呢啲遊戲咪搞到個民族嗰啲人嘅性格咧，唔係咁好咯。第二個問題，嗱咁啊，亦都有啲網友就睇過你啲書啦，應該係嗱就話傳。即聽講啊 ，Doctor 你咧數十年前已經俾人叫你做江大俠喎，點解？嗰啲咧就喺嗰啲低層社會，喺香港嗰啲低層社會，譬如話我由先旺區行走江湖，係嘛？有三幾以前嗰陣時咧，叫有三幾條炮綁住咧，好撚威噶啦！60年代。點解會有幾條炮？嗰雜差啊，探頭探尾啊，係咪啊？出入去嗰啲茶樓酒館食嘢，咁啊幾條炮綁撚住噶嘛，因為佢哋拆撚住我哋鞋啊嘛。喂，叫老細整個好位啊，咁樣樣嘛，所以要請我哋飲茶灌水嘅。咁啊，樓面嗰人見到你，哇！呢個咩人嚟㗎？屌，連啲探哇，連嗰啲雜差沙展嘛，咁撚多條炮都要聽佢點嘅，啱唔啱先？咁咧叫狐假虎威。揾到食喎！但當年狐假虎威唔容易做到㗎，佢老虎俾你威先啦，大佬，啱嘛？個撚個老虎嚟㗎嘛，六十年代嗰啲雜差，啱唔啱先？1960年、61年，全個香港得400多個雜差嘅啫。喺嗰個時代咧，孭條暗炮出嚟好撚威噶，大佬，啱唔啱啊？咁我哋嗰陣時60年代、70年代尾又未有 ICAC， 係咪啊？你坐度飲茶，隔離台人同你埋單噶啦，咁變咗一個低下層咧。有少少江湖地位嘅行出嚟，好啦，咁我咧個個性自細都有多少睇得武俠小説多啦，即係見到嗰啲賣街邊啊、小販啊俾人恰啊，或者有啲人咧
又得撚住啲古惑仔啊，又再嚟搞鳩佢啊，又剩啊，咁我哋知撚到有咗少抱不平，但嗰時候好容易話為嘅啫嘛，即係求其單聲啫嘛，就收工噶啦，誒冇人搞啊，屌你咪咁咪冇事，咁變咗嗰啲苦主嘅，喂揾下大俠啦，大俠好撚多槍噶，我身邊啲人。佢又唔撚敢揾嗰啲雜差噶嘛，驚佢劈佢水啊！佢揾我就唔撚使俾錢啊嘛。佢話：屌，嗰日俾條鬼仔又走嚟抄牌喎，又走嚟踢檔喎，最撚麻煩嗰啲一粒花啊！啲鬼仔真係踢撚你報紙檔㗎，好撚臭檔啊！係啊，佢出狗王嗰啲鬼仔啊，踢撚冧你啲菜籮㗎。屌喎！英國鬼佢屌咧搏炸職啊嘛，踢你咪好咯，唔撚拉你翻差館。有踢撚完你仲要拉撚埋人噶嘛，嗰啲仲慘。擺撚埋一邊咁，咁咪踢撚走你，咁你好彩噶啦，你唔撚就拉翻罰錢大佬。所以你炸人執埋啲嘢，唔撚敢出聲啊，大佬啱唔啱啊？通常嗰啲咧就啲鬼仔嚟咧，嗰新橫頭手咧就亂撚曬龍嘅。咁佢唔撚知嗰啲咧有九黃素噶嘛？屌唔撚踢得個大佬，屌你咁樣點搞啊？個地下鐵最亂撚曬龍噶，咁你咪要揾條巴力多咗巴力揸數噶嘛？話撚俾個鬼仔個老細聽，咪屌你咁樣咪亂塵踢啊！屌你啦，冇踢得踢撚到冇人派片，屌你啦，冇糧出，個撚個冇糧出啊！你知唔知啊？嗰啲係我哋啲老闆嚟㗎，你賣街邊啲鬼仔先拗撚曬頭嘛！屌你咁樣講都唔得啫，你佢擺埋啲單，因為你亂咁踢咧會犯重真㗎嘛。嗰時嗰啲街邊嗰啲人咪同我哋投訴咯，喂屌你咁樣條鬼佬啊，日日都嚟踢啊，啊踢到開唔到檔啊，咁我哋咪快話佢哋唔知個渠道啦，即係唔知邊個話邊個都話得掂，佢有個制度㗎嘛，啊你又唔投訴得佢嘅？佢揸兩隻嚟做啱唔啱啊？有時嗰啲酒家租車仔拍撚咩架車，佢真係亂鳩咁抽你牌，你放蛇咬啊？係咪啊？所以我哋周時咧，佢沖涼揼骨啊，擺埋啲車度嗰啲拍咗咩？屌阿 Sir 好撚大鑊喎！呢輪屌你乜成日走鬼喎？佢好撚大鑊喎！通知啲兄弟射住好喎，即係唔好走成日抄牌啦，咁解。咁我哋成日幫人拆彈嘅。即係借嗰個狐假虎威拆到彈，咁啊變咗喺嗰啲市場上咧，啲人就誒揾下大俠啦咁。即係嗰時好興嗰楊過大俠啊，咩大俠咁啊？嗰時代嗰啲幕小説，你明唔明啊？好撚興噶，嗰個流行嚟嘅，嗰啲係流行嘅口頭禪嚟嘅。做大俠啊，真係老實講，大媽你講起大俠咩啊？中國第一個大俠你記得咩名？又係姓郭嘅咯。哇！你都幾犀利喎，真係睇歷史喎。我睇武俠小説嘅喎，各界啊，都係姓。大家上嗱，我哋做唔到噶，即係要好老實講，因為呢啲係嗌嘅啫，隨口噏嘅，但係我哋冇即絕對冇呢個條件做到嘅。大家上網 search 嗰個俠字啊，即係要幾多個條件元素咧，所以叫得做係俠。好複雜。你做就得，你冇人搞阿 Sir 就咁樣樣搞法，我哋做唔到。你上網 search 個俠字，喺嗰個標準好高啊！你睇《遊俠傳》咧，《遊俠傳》第一個人就係郭解啦，唔知咪啲遺傳基因咧？係啊，係咯，郭靖又姓郭。係啊，但即係亦都係有呢種咁嘅心態咧，先後期先做到咁多世界嘅工作咯。即係覺得好多國家窮啊，我都幫佢一把。即係睇到啲國家咧，佢有條件嘅，佢唔識利用啊！即係成日掛緊住搞鬥爭內控，咁啊啱啱適逢其會，又參與啲國際組織，咁你去到啲國家訪問，咪提嗰啲當事人一把，佢一講佢就醒噶啦。咦係喎，我哋有我哋嘅優秀條件喎。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網友咧就話佢。而家咧都係四十歲啫，就覺得自己冇記性兼反應慢，好驚係咪啲咁早就開始腦退化？因為而家都聽講話腦退化有啲好早都開始出現啫喎。佢真係如果要玩少啲手機，上少啲電腦啊，
嗱，講到呢樣嘢唔係推銷，我哋嗰個空氣淨化機咧係幫到人燒個電磁波嘅，冇咁傷嘅。另外好啦，如果佢真係話天生嗰個腦神經系統有缺陷嘅話咧，我哋嗰個視覺矯正儀咧就幫到佢啦。因為我哋嗰個將嗰個中枢神經咧整體調校嘅。佢我哋買部試下，試唔到你試到一個月到，我借俾你用，你用到有效嘅你就磅水，冇效嘅唔係你冇效你攞翻嚟，我俾緊錢你咪搞掂咯。好簡單咋，你如果你冇用嘅俾你都冇用。但嗰部機係最抵嘅，特別有父母在堂嗰啲啊，佢可以延遲咗佢有帕金遜症啊，同埋有啲痴呆症啊。我哋嗰個直情係教翻正你個內嗰個腦神經中樞。是最新的科技，講出來就很容易，就是說他將人體怎樣叫正常的那個震波在腦神經的細胞就 copy 了出來，我們帶路開了掣，它放射了這個正常的震波在你的身體那裡，正常的好了，那影響到你那個不正常細胞呢跟翻佢呢個位嚟擺喎，係好簡單嘅啫。其實講出嚟就一字咁淺，同埋唔值錢。只不過你點樣可以做到有呢個咁嘅標準呢個震源喺度，而又影響到啲細胞咧，慢慢跟翻佢嘅位置咧，嗰度咧就秘密。我哋嘅原理就係咁啦，即係我唔理你個人體有咩歪斜，唔關我事。總之我將係。正常的人腦細胞嗰個振頻咧，放咗出嚟喺你身體嗰度，就令到你自己有偏差的細胞咧，就慢慢咧自己 set 翻，跟翻我嗰個振頻咧嚟 set 翻，擺翻正，係你自己嘅，自己走位嘅，我冇干擾佢，個原理就係咁，幾犀利啊！所以瑞士佢屌佢而家早兩日公布話世界競爭力，瑞士排頭第一把啊嘛。但係你外人唔知點撚解會排第一把，原來佢喺呢方面咧行先曬㗎啲科技，啲生物科技各方面。幾十年前啲人都去打嗰啲羊胎素啦，係咪啊？所以你真係唔明佢點解競爭力，原來佢哋投資好多錢喺做呢個研發㗎嘛。而家我呢個視覺頻道咧，就係我自己有參與嘅研究院咧，四十幾個科學家攞咗好高深嘅科技研發出嚟。我冇叫人買噶，但係有啲譬如你媽媽用咗好，咁你自己宣傳咁有人買啫嘛。但最新科技係經世骸做嘅，其實即係話好簡單，即係話佢一攞咗你人體最健康嗰個人嗰個振頻咧，就 copy 咗落嚟。然後放射翻個振頻喺你身體度，你有歪斜嘅嘢咧，就自己慢慢跟翻正，引導佢自己行翻正曬。高深。第二個問題。咁啊 ，Doctor， 有網友就聽你話啦，就買咗個笑佛俾佢外婆戴，咁佢而家真係精神咗，好瞓咗喎，係咪因為祝福過嘅關係，還是心理上嘅關係咧？心理上又有，祝福過又有，佢個人體嗰個傳統嘅觀念都有。傳統觀念？一個傳統觀念咧，婆婆佢拜神拜聖，就算佢唔係信佛教，唔係信道教，總之裝下香、裝下祖先嗰啲人咧，佢見到個笑佛咧唔抗拒嘅。咁同埋個笑佛咧係佢帶嚟自己揀嘅咧，嗰力係好大的。因為他自己揀的最厲害，他的婆婆給一堆笑佛他揀一個，他即是他自己喜歡的嘛，喜歡他走的時候，我說婆婆你有空看著他的樣子跟他笑一下，他一笑就不會記得我新抱激冷氣咯，你明不明白嗎？人是這麼簡單而已，那他那剎那間一開心，那些壞東西就不湧出來咯，對不對？那他 又聽我們說做下平甩功啊，拍腳功咪好瞓咗咯。
同埋夜晚佢臨到老嘅人咧，佢驚死嘅。人超過60歲咧，有個死亡恐懼嘅，係與身俱嚟嘅，唔係你去諗佢嘅，佢自己嚟嘅。咦？哇！我哋都7章咯喎，咁啊真係數手指喎，可以。人生80古來稀嘛，係我哋唔等70古來稀添啊！妖你，我數下數下，好似就夠鐘咯喎，係驚嘅，自不然會驚。但喺香港唔驚。但佢一有個有個少佛帶住咧，佢覺得有嘢保佑，喺個傳統觀念，有個好大嘅心靈嘅科喺度，所以有效係應該嘅。咁同埋你個仔買俾佢更加開心啦，啱唔啱啊？咁你話哇，我哋我同埋個新個老婆一齊夾錢嘅買俾你，更加開心啲，係有作用嘅。呢個係有好多種嘅作用喺度，係有嘅，係有得解釋嘅科學根據。第二個問題，例如有我好多人嚟買㗎，我少佛，一多數我啲少佛即係老實講啊，你喺我萬福買每一樣嘢都超過49日嘅。我朝朝做功課啊，練我啲咒水啊，浸住曬㗎啲肉嘅，浸過曬人49日先出去。因為個理由點解咧？唔係話招來出嚟喎，人哋嚟到我度買件嘢都有緣分啊嘛。咁點解你唔做多個程序俾佢有啲好嘅 energy 喺度咧？冇壞啫嘛，我還都做功課，咪祝福埋咯，啱唔啱先？所以佢哋買我哋嗰啲玉器咧，就有呢個作用。但係而家唔係啊，你都知道我哋規矩啊，2:30後鐘開檔。睇中咧，唔該你留低電話先至去睇嗰件貨。屌你唔賣嘅，你唔信我揾人試下，你買話買嘢喂，阿郭生唔喺度唔賣字喎，你中意啊留低電話報個價俾你先，費事搞。點解咁做咧？我驚啲人湧入嚟咧，方太一下疏忽咧，就唔撚見咗兩件噶嘛，睇得兩睇。你明唔明？唉，不如冇撚賣啦，因為佢又一個因有陣時顧唔到嘛。有時嗰啲2-3個人湧入嚟，有位喺度揸睇，第啲有啲係同你攞件出嚟睇，睇兩睇佢就唔撚見咗件噶啦，睇撚完。唔係話真係咁撚臭檔，唔撚想做生意，錢已經唔撚做啦。等我喺度先。啊，唔係咧就咁，我一個禮拜得2、4、6，同埋得嗰2-3個鐘頭喺度啫。佢中意買咪嗰時間嚟咯，就避咗呢樣嘢。因為萬一有10件唔撚見，一件都死啦，賺唔撚到啊，係咪先？第二個不如唔好買啊！第二個問題。阿多達，呢個問題，正常男女嘅性能力幾時開始衰退喎？冇時間衰退，唔好聽人搞錯，係你心理上以為衰退就衰退啦。即係去到80歲都有得搞啊！有生仔添啊！有，心理好緊要啊！當然你嗰個身體嘅保養啊。同埋你嗰個工作嘅情緒啊、時間性，當然有影響啦。即係你正常之下嘅人咧，係冇衰退嘅，冇衰退嘅，係你心理影響嘅，心理最大，心理最大。咁男女有冇分別嘅咧？呢樣嘢有。哦。女人會早啲嘅，女人會早啲咧，就嗰個性慾望咧會淡啲嘅，正常嘅，正常嘅。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喎，你深圳睇嗰啲。揾鴨仔咧就70幾歲都有嘅喎，嚇？冇執添。係啊，70幾歲㗎，拖2件鴨仔添啊！屌你啊，幾精神啊！係啊，係啊。第二個問題。嗱，問題問曬啦，今晚有啲咩嘢花絮？今晚我哋第一個好似係。歌唱祖國之後咧，就有王維基咧做嘅訪問。我哋特登揀阿王維基出嚟嘅一段訪問。就話喺佢之前申請電視台嗰陣時，早2年咧，我又曾經講過，我話你撲街啦，得撚罪無線，記唔記得啊？嗯。有時啲爆啦，佢話係啊，屌你無線翻去北京整撚過去咁，即係我哋當年嘅判斷幾撚準啊！我話屌你，佢嘈冤巴閉啊嘛，哇你死啊，我哋踩無線。我話屌佢唔撚支持老大啲江湖暗裝啊嘛，而家佢自己爆出嚟啊，所以我為咗。證明當日我判斷咧冇錯嘅，所以擺翻俾你哋聽。就王維基自己親口講，話無線屌你有冇派人上北京害撚佢？我話你有冇靚仔？你好噏唔噏？屌你有冇踩撚啊？阿陸嬸，你老母你實有事喎、啊！
好撚小氣嘅人，好撚小氣。佢都唔知嗰啲江湖大忌。第二個問題。跟住有一個喺美國辦show嘅電影。魔術表演啦，係有啲魔術。跟住有，仲有兩個咧，都係魔術，一個就升起嘅表演啦，一個咧就用手法演 pair 牌嘅表演。跟住咧就有一個精選嘅跳舞，係有音樂背景，跟住有古仔嘅。嗯。跟住咧有沙三少、與俏敏者、麥家、汪明荃。誒，麥家大家聽過啦，係嘛？係。汪明荃啊，聽過啦。麥家同汪明荃好耐㗎呢套嘢。沙生少同銀姐係好耐嘅，但係一般人就唔知麥家咧識做大戲嘅喎，佢長期住美國嘅喎。就得閒。咁後屘我有人問過佢，原來喺美國參加嗰啲粵劇團啊，咁啊搞下搞下搞咗出嚟嘅。第二個節目，咁啊，若果大家好搞笑嘅佢嗰套嘢。跟住一個咧就係喺個沉船咧，喺希臘古希臘咧揾翻出嚟嘅。天文儀器，咁可以睇到。我特登揀出嚟嘅，就話佢係喺二千幾年前揾咗隻舊嘅希臘船抄出嚟，有個古代嘅儀器咧，到而家嘅科學家咧都追唔到咁滯。但佢嘅儀器咧要嚟度嗰個天體嘅，所以佢天體嘅數咧，譬如話世間兩盤數。在世間物質世界的數就是印度排第一把手，即是那個物理數，即是幾何啊那些數。但天體的數就是希臘排第一把手，那個虛數。那這個呢視頻呢我們放到大家可以欣賞到的，就是他古代他已經計算那盤虛數，整個天體運行的數。我想呢個係外星球人留低俾佢哋嘅智慧，唔係地球人。係啊，你地球可以慢慢欣賞啊。究竟而家現代人咧係退步緊嘅，咁早人哋都實計計嗰盤數啦。第二個啊，係咁多次問啫嘛。咁啊，下個星期繼續。